everyone, this is Kitty from ComNav Technology. As you know, this year marks ComNav's 10 years anniversary. In after 10 years global market development,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 have covered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is achievement largely contributes to our partners' firm support and full trust.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we are going to have a featured interview with our excellent partners to let you know them and show our great appreciation. And today, let me introduce you Johnson Pan from CNAV Solution in Malaysia. 你好 ，Johnson。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公司吗？你好，我的名字叫 Johnson， 然后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公司是叫 CNAV Solution， 成立于2017年，由我本人跟吴先生 Mr. Go 两个人成立。那是基于什么样的机缘，您了解到我们公司呢？我们是在一次的收到你们的，就是你们的公司代表联系了我们，发了一个邮件，约了我到吉隆坡来见个面，来认识一下你们的思南的。产品，您还记得当时演示的是哪款产品吗？当时是带了 T300 这个接收机过来，我们就在现场看了你们的接收机，我们也了解到，才发现到原来中国自己有制造，有一间公司是能自己制造接收机的公司叫死，我们之前还以为。中国只是做代工，因为我们认识的很多产品都是做代工。那当时看完这个产品演示，您觉得 T300 怎么样呢？那时我跟吴先生我们测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很惊讶的是说，你们可以在环境不好的，在很环境不是很理想的环境之中，你们的接收机还能固定到那个怎么说还可以固定那个 fix， 这个是我们很 surprising 的一个的，当时我们情况之下我们就很 surprise 看到你们的T300 有这样的 performance。 是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接收机里面的板卡核心算法呢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对，因为那时我们你们的公司代表也给我们演示了你们自己的那个叫做软件，我们也很惊讶说你们会有自己的研发软件，而不是用第三方软件来。对，所以呢是基于对我们产品性能100%的信任，才决定和我们进行长期的一个合作。对，因为那时我们在演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你们的产品，然后也对你们的产品有些信心，所以我们决定订了几台的接收机进来，我们就在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跑遍全马去测试你们的接收机，还有就是对比那些坐标系统，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准？那个怎么说 ，performance 跟买的 accuracy 是不是能达到？因为我们不能单单只是在一个地方测试，我们是在全马，而且那时我们还跑去东马测试，不是单单在西马，所以我们发现到在东马那边我们测试回来过后，我们对比本地坐标，我们发现都没问题，都能达到蛮好的效果，然后过后我们才决定成为思南的代表。那哪一款接收机在当地市场是比较受用户欢迎的呢？2017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卖着，我们都在通卖你们一个产品叫 T300。我们卖 T300， 我们有发现一样东西，我们可能跟其他的牌子比较不同的，就是说，其他的牌子卖了一个时期过后，那个 model 就慢慢的会没有掉。我们思南的很不同，就是我们从2017年卖到现在，虽然我们有很多新的牌子、新的型号，问题我们的 T300 还是在那边，所以我们不怕跟客户说，不管多，到目前为止5年里面，我的T300 还在市场上，还在卖着。
对，有很多其他的牌子就没有。这个充分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呢是经得起市场和用户考验的。对，我可以这么说。那用户为什么选择 T300？ 或者说您听到最多的反馈是什么？这边用户反馈就是说，我们的仪器在17年我们推出市场跟的时候，客户每个都已经说我们的型号很轻巧，很小个，很轻，然后在工作上面也比较灵活，然后还有的就是在一些配件上，比如说电池，我们不受于耶我们不受其他的耶稣说当我们的电池坏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哪里买到。其实思南的这个 T300 的接收机就是它的电池在市场上你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你不一定给我们买，你在外面都可以买到。然后就是说性能方面，从17年到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也它的 fix 越来越快，收心越来越好。对，是的，因为公司呢一直也是对产品在做一个技术的升级，那现在的 T300 呢搭载的是 K8 的板卡，所以在搜心在复杂环境下的表现呢会更加的优异。那过去的五年呢您和思南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那不知道对于未来的合作呢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当然会有。这个前五年，从17年到2022年里面，我们 CNAV 在马来西亚已经不断的扩张，就是从我们是一级代理到我们的二级代理，在全马里面我们进入的二级代理遍布中南北跟东马，都这个是我们的之前的目标，应该是算我们做到了。接下来呢，我们另外一个目标是我跟吴先生都希望我们的覆盖整个马来西亚，我们有一个叫做 cost 站的愿望。虽然我们在去年我们开始在北马跟南马我们已经建上了 cost 站，让我们的北马跟南马的客户开始享用。我们这边的客户，南马跟北马的客户很开心我们建了 cost 站，因为他们不需要再，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再带住那个怎么说 base， 就是他们的基站，他们只是用个 cost 站，很轻便的，而且又很方便的，就是一个人的操作。他们在经济效益来说都对他们有好，然后 cost 站的performance 也蛮强，也蛮好，然后。接下来在今年里面我们会很快的第三个 cost 站会出来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跟思南可以更多的合作，把全马的 cost 站建得更多，让更多的客户享用我们的 cost 站。对，我们也非常希望的未来能够和你们一起建立覆盖全马的 cost 站。那目前呢就是 cost 的应用呢主要是在测量测绘这块，那后期您觉得还可以拓展到哪些领域呢？我本身的认为 cost 站之前会每一个人会认为是在测量，限于在测量的这一块，但我本身我会认为 cost 站接下来会很多应用在可能很多人现在知道的无人机、无人车，然后接下来以后的世界都是元宇宙的世界，元宇宙世界里面每个人都需要很精准的一个坐标，不管你操作什么，你的 AI 也好的技术，你的 5G 的技术，你有 POS 站根本无法做到这些。非常感谢 Johnson 的分享。Hope we create another golden decade together.